您不想吃。不知道放什么到我脸上。你放爸爸。先吃肉片，肉片最快。弥补我那个辣锅没吃够。嗯，辣锅没吃够。下次跟他挑战一下，我会吃到100串。可以哦，因为我们那天有比较节制一些。对，之前我老婆在旁边说，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就是你说右边，我就没有动它，我就是照那个方向。你也不做个小记号，两边的料是长一模一样的。吃这么辣，那我却吃麻辣锅还要加辣椒。为什么？谢谢。哦，我的手机啊！哦，感谢你。哦，哦，没人找我了，我还会有人找我。好，我先放着好不好？谢谢你，小宝贝。对，本来是要出去吃的，但我发现其实在家吃是最舒服、最方便。哎呦，下面啊，我忘了。那我一直在想说，总是看着自己的锅，觉得少什么东西。哎，你只想吃我的饭。对。我在吃串串锅，也是吃好多那个面。不过我的火锅料都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南门鱼饺哦，对对对对，哪一个是南门鱼饺？因为我没有买那个桂圆，哦，还没放好，好，所以拿了就是了。我老婆那一锅是大辣，没有大辣，就是我加那个吧，加辣。那个加辣，那个很辣。正常的我就已经是背包 KO 了，所以你们知道辣妹不是这么好当的，是不是辣妹？以后阿美很能吃辣吗？你觉得？不是，不是。其实我发现阿美啊很累，但是她知道我在煮东西，所以她在撑。她刚刚其实躺在那边的时候，眼睛已经快闭起来了。我觉得她在撑，撑到。吃饭全部弄好可以吃的时候，他就要来吃了。今天你可以跟哥哥一起睡觉。要去烦哥哥。如何？哦，还没吃，太烫，来喽。到底？直接买桂冠的便宜的就好，还是换它？哦，嗯，它味道有比较重一点，但是如果你不跟我讲的话，我还是会觉得它是桂冠。我觉得它比较像那个。它口感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你说它的皮比较厚。就是比较，我觉得比较就是它的皮的口感比较厚这样子。
外一个牌子。西北啊，还是龙凤？西北，西北。那什么？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我先帮我做一道水。碗。刚刚好。你的菜，你要什么菜？蒸菇、鸭血哦，鸭血，哇，鸭血，哇，爆浆鱼丸，鱼卵哦，鱼鱼卵鱼蛋蛋，那没什么了，喝水哈，就是哎呀，真的可爱啊，那你要不要我爸爸放个枕头在这边，你躺着喝吧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蛮多了，超满的、哦，就躺着喝啊，给你舒舒服服的，再帮你垫高一个枕头。他应该不知道我在拐他睡觉吧？你看他在哪里？他躺下去，舒服。哎，起不来。肚子太大。这个。这三。嗯，鱼。所以你觉得它跟西北的很像？嗯。所以你说吃这个的话，也不如买西北的吃。西北的比贵公还便宜。吗？对。但现在买不到那种西北的。哎，对，比较少哈、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都卖那个小小包装的薯片，或者综合。对啊，那我不买。综合就是日式的，日式不好吃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我日式的那个不 OK。小美呢？来来来，来去躺躺。这几天度完假之后休息一下，然后就好天气就要来卖三明治，要认真上班了。老天已经对我们很好，给了我们几天太阳天。然后就是第一天近视，到近视第一去那个垦丁的时候，真的是傻眼，暴风暴雨。真的，如果那个日子调换一下就好了哦。真的很可惜，因为我们去 H 会馆就是要去他的这个无边际，结果真的没有无边际，真的是暴风暴雨。我还没下去过哎、欸，哦，你没下水？我没下水，我连去拍照都没有。来来，美兰，不要当地。重点我没拍照，超惨的，好像没有去过。蹦蹦蹦，这还好啦，就后面天气变好。这样我没离开。啊？我们已经离开了，那没有，那边还在下雨啊，因为那边是靠山，我后来问他们那边靠山区，所以就比较容易下雨。但至少可以拍个美美照，就是泳装照之类的，结果连下去都不行。那天离开的时候暴风暴雨，真的是狂风暴雨，很像海风天。对。好，今天玩玩具啊，去玩玩具。大家有看到后面一个小男孩了吗？哎，新发型哦。哎，阿优，快点来跟大家打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无忧。对，你是无忧吗？怎么跟我看的无忧不一样？不是无忧啊，是无虑吧。啊。卖我北贡。没有无虑。他是无帅啊，对，无帅，他是无帅。对，好了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新发型跟大家说拜拜了。大家每次都看无忧在后面，不是，是因为他会在后面看那个 iPad， 然后顺便吃东西。对，因为他在后面看 iPad 的话，会有一个固定的距离。
然后跟吃饭的时候就是好好坐在那边吃，因为他吃饭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。对，把他比方说他很可怜的，来谢谢。他是比较正常的吃饭时间。好了，那跟大家说拜拜。做什么？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铃铛，记得把它打开好哦。拜拜。因为刚今天。